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李朝辉苗道教程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李朝辉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苗道的套路。大家如果想看更多的教学视频与内容，请登录功夫者官方网站。那我们就开始。好，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苗道的起势，现在给大家做一遍快步的演示。这是苗道的一个快步的演示，下面我给大家慢步的讲解一下。首先站在你的前方的45度角，手抓住刀挡刀盘，刀自然垂落。首先提掌摆头提臀是一起的，然后右手从腰间展开，抓住刀把，迈右脚，刀呈扇面环绕，环绕一周后，然后从下面往上撩，眼看刀的方向，呈弓步，然后退掌摆头。这是一个起势的讲解。给大家讲完起势，然后我们讲苗刀套路的第一个组合。下面给大家做一下演示。从刚才的起势我们往下接，给大家慢步的讲解一下起势。弓步推掌以后，两腿呈曲形，并且往下蹲，手刀放在胸前，看向左方，然后撩刀，上步刀从腰间从下往上撩，撩刀，刀看刀尖，眼看刀尖。下面就是一个拉刀，直接刀向后砍，然后往前拉，顶刀柄，这是第一个组合的教学。下面给大家讲第二个组合。第二个组合在第一个组合的基础上，在拉刀的基础上往下进行。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。这里边是一个劈一个刺，给大家讲一下慢步的教学。在拉刀的基础上迈左步劈刀，呈刀楔步行，然后迈右步刺刀，刀刺在一个点，刺到最长处，翻腕翻肩，眼看刀尖，其中步子是前腿为弓步，右腿为弓步，为弓步行，呈直角，后腿曲弯曲展胯，脚尖点起，脚尖用力撑，坐臀。好，这是一个第二个组合的教学。今天我们讲的是苗刀套路的起势和第一个组合、第二个组合的教学。希望大家在回去以后，多看视频，用一些简单的道具来代替苗刀，勤模仿，勤练习。
如果大家有不懂的，可以通过功夫者官方网站来联系我。我们下次见，谢谢。